从这一点我请你注意，基督教的引诱应当是怎样的引诱？是对神恩典回应的引诱。大家说，所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是把我们领受的救赎、体会的造化，同明白神启示所经历的喜乐、真理回应出来。那么借助音乐的构造、旋律、节奏，把我们的心情、我们的心灵表达出来，而神就这样享受他儿女的赞美。